日常妆容化妆步骤及方法。日常淡妆的正确化妆顺序是：护肤、打底、遮瑕、腮红、画眉毛、画眼线、刷睫毛、唇彩。一、护肤，基础保湿要做好，肌肤干燥，底妆自然不会服帖。二、打底，首先在全脸点涂 BB 霜，然后用手掌快速推开，达到均匀肤色。三、遮瑕，然后选择橘色系的遮瑕膏，在黑眼圈点涂，指腹轻轻推开拍匀，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按压。四、腮红，用粉刷蘸取少量的珊瑚粉腮红，在颧骨最高处轻轻打圈晕染。五、画眉毛，用眉粉或者眉笔都可以。六、画眼线，用眼线笔在指腹掰开眼皮的时候，沿着睫毛根部勾画眼线。七、刷睫毛，用睫毛夹将睫毛分成两段夹卷，然后用睫毛膏顺着睫毛涂刷。八、唇彩，最后只需要用粉色唇彩沿着双唇涂抹起来。